不是赵刚子，你心里有点数吗？我那么多电话打给你，你不知道我有急事儿啊？不是，你别着急，啥急事儿啊？我们家公司的新产品马上就要面试了，我急需俩模特给我拍平面照片。你需要模特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模特，我找你给我当模特。别开玩笑，我能当模特吗？你花钱找人家专业模特。你看你也说了，你找模特不得花钱吗？不是，是我是准备花钱，人家模特吧嫌我价钱给的低，人不来。你也不看看长啥样，你知道吗，哥？一点都没有你帅，你知道吗，哥？你在我心里是最帅的男人。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黄小华，我跟你说实在话，在这一点上，你的眼睛还是很独到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我给你当模特啊！我可不会表演啊，就照几张照片就行。那行，那我给你照几张照片呗。谢谢，行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可是我这女模特我还没找着呢，你就来呗。我不行，就我这个，我哪能当模特啊？你可别开玩笑。是。你这个头是稍微差一点，谁呢？哎，这样，我给你找一个人，这人太合适不过了。你说，我媳妇儿，你大嫂大米粒儿。你唬我什么呢？能不能认真想？我要那个高的、气质好的、条顺的。大个儿，大个儿，咱小区谁呢？哎，大美，哎，大美行啊，对吧？大美那个个头。那个气质，那个形象，尤其那个腿，我俩在一起合适。哎，黄小华，黄小华，干什么？黄小华，你出来！你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急眼了呢？来来来，你出来。赵刚子，哎，我发现你夸大美的时候特别解渴，满嘴都是口水。你看你这人，我这不是为你解决问题吗？那你要这样，你不用大美，行吧？你自己找，我不管了。就定大美了。赵刚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真为我考虑啊，你去说服他。说不服去了，你自己的事你跟他说呗。那我说了，他要是拒绝我了，我多尴尬呀。那我要说了，人家拒绝我，我不是也尴尬吗？至少我不尴尬呀。哎呀。这事我求你了，我去不，他这人不好说话。你哥，我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，我只身起一片事业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是，我知道。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怎么抖起来了呢？根本就不明白我。好，那个小华，你别哭，哥受不了这个。行了，你甭管了，这事哥给你办了，哥给你办。谢谢你。没事，你回去吧，等好消息。你放心吧，我这一辈子我就见不得女人哭，我知道这是我的软肋。大美，花洒买来了？哎呀，还没去买呢。哎，来，大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刚才黄小黄提出来啊，说让咱们两个人给他拍两张照片。让咱俩拍照片啊？啥意思？他要挟咱俩呀？不是，要挟什么呀？人家邀请咱俩，是这样的，他呢有个新产品要上市，需要两个平面模特，一男一女，就希望咱俩来。啊，觉得你好，你放心啊，大美，到时候这个照片一拍完以后，广告一打出来，你到时候你就看吧，大街上啊，商场啊，这边都挂了你的照片。我觉得这里边有点问题啊，这么好的事儿，他自己咋不干呢？他找我，他有自知之明，他这个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么那个头，啊，那形象，那腿，这玩意跟你这没法比，你说呢？真的，他头一回这么有自知之明，是我跟你说。是哎，是你说是公交车、地铁都得挂照片是吗？都挂，高速公路上也挂。我这忙我帮他了，这活我接了，你。